你们都先回去吧，把他交给我。大人，您的安危。放心吧，别说宋逸晨了，就算十个他，再加上你们，都不是本大人的对手。快走。是。 苏苏，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没话，反正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，我认了。你从小便在天石国长大，何时开始为刘金国做事？哎，此言差矣，陈先生。一直都是刘金国为本小姐做事，本小姐从没有为刘金国做过任何事。此事呢，你还得听我盘一盘。这边请。 请坐。之前我一屁股坐死个人，你以为我是刘金国奸细，后来呢，他们派人追杀你，被我忽悠走了，结果他们也相信了我是刘金国奸细，还是个首领。现在所有人都认为我是刘金国奸细。实话实说，我还真觉得自己带着任务来的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 少主，苏苏大人在宋逸晨面前暴露了自己。宋逸晨可有杀了他？苏苏大人武功高强，只怕宋逸晨不是对手。武功高强？你当真愿意帮我们揪出刘金国的所有奸细？这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吗？不然。 我给你打个样，别把忠心。怎么表的？这你就不用管了，我也有的是办法。不过，我帮你搞定了刘金卫，你要帮我离开天使国。行吧，那我先安排一下，今天晚上我们在这贼窝不见不散。 何苏苏，我倒要看看你在耍什么把戏。如今试卷被毁，出事已然不作数，想必会再次测试。到时候我会与何苏苏打成一片，试着从他口中套出大哥的消息。少主，里应外和剿灭天师国是您唯一竞选刘金国主的机会。若是留着何苏苏， 只怕最后还是太子殿下的功绩，所以我必然要策反他，让他归顺于我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彻底铲除大哥。少主，太子殿下的人如何策反？娶她为妻，荣辱与共。小姐。 小姐，有人找你。谁找我啊？找我？你高兴成这样干嘛？嗯，说是你同学，姓唐的。唐？哎呀，小姐，你快去吧。小姐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。<笑>小女啊，还是太过顽皮啊。<笑>女孩子嘛，还是要疼多一点。<笑>苏苏。 欣然，你认识吧？认识认识，班草嘛。欣然在泥瓦学堂品学兼优，未来可是我天石国一等一的栋梁之才呀。过奖了。今日特地前来找你，是要跟你一起探讨学习一事。找我探讨？嗯。爹，就我这学习，我还有探讨的空间吗？ 哎，小姐，探讨一下嘛。你认真的？
探讨学习嘛，没啥问题。嗯，探讨学习总归是好事。那你们就好好探讨探讨，我就不打扰了。爹慢走，后宫慢走。嗯。 不熟就不能喜欢呀？小姐，你是不懂我们这些丫头的苦衷。哎呀，得得得，能喜欢行了吧？不过，单从相貌上来说，你俩确实不太般配。小姐，我开玩笑呢。你家小姐当然希望你们俩在一起啦。哎呀，这家伙，我来行。 同学有困难，这便是你们的态度吗？没关系，庞某家境贫寒，和小姐无需道歉。家庭条件一般，人品不错，可以深入交流一下。